带这个一位叫范弟啊，范弟来钓鱼，顺便捡垃圾。他钓这里吗？手竿浮沉，沉底眼战钩。去玩了，对吧？还钓红魔鬼，那条浮标而已，那太小了。你没钩饵吗？哦，我没有钩，我要看等下旁边的。断线，断线，好的，断线。放下去，太慢了，要绕头，应该小的啦。哦，有推啦，那抓带啊，那个靠过来就完蛋了。那你用粉饵啊？不是，粉饵一般来讲会更小的靠啊。我一头抠啊！啊？带回去了，带回去煮汤了。哦，哇，差点飞了，呆呆哦，呆呆，什么呆呆？算哦，哦，也不一定要看看情况。你手竿有先收吗？有，我收起来了。算哦。粉鱼啊，粉鱼，小的，小粉，粉鱼啊，哎呦不错啊，靠哎，如果刚刚断掉了，应该是梗了，这个可以的啊，粉鱼。正吃小梗，来来来，动了。中了，真的。所以他刚才是很屌哎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中干嘛？啊！哇、哦，贵。头。对啊，不知道中什么东西，很重哎。可是也不是卡底啊，拉得动啊。呆呆。怪物哦，乌龟哦。可能是乌龟。呆呆不可能，呆呆会冲啊。应该是乌龟哦，
靠腰连日月潭都有乌龟。这里有乌龟？有啊，日月潭乌龟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那、啊、你弄好了吗？嗯，你有加固就好。有。来来来，水还没调而已。我帮你整理。啊、哦，要用的时候把它搓成一团就可以。要用的时候。你不是用扁担钩吗？对啊。每个钩就一颗一颗圆圆这样子啊。哦。那个小鱼讯号很多啊，超多小鱼的。靠腰，卡底。那这叫做什么歌啊？啊，这个是午餐。啊，有要吃。这种的按量来讲，以前 超多的。这种比巅峰时期啊，那海边冬天的浪跟日月潭的浪是感觉不一样的。我、哦、没有消。那咬光算很差了，没有让你爽到。对啊。被撤退，咬光也是啰嗦了，怎么样？有机会再来吧。垃圾捡一捡。外面有人。Thank you.